哎，这不是小五吗？小五想上厕所，那让我来帮他选厕所。这里只有男厕所啊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天哪，小五憋不住了，再不选厕所啊，就要尿裤子了。那我们让他去这个男厕所吧，我给他看一下门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天哪，小五挨揍了，那我们让他去这个厕所，看看这次可不可以。天哪，打成了大猪头，这唐三吗？这不是视频电话，我哪敢接呀？这接不得来揍我呀？这个门是什么？中间有个小兔子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小五要去这个小兔子厕所吧，那我们让他去这个门。诶，真的是这样。小五今天又想来上厕所，可是小五今天的厕所是需要收费的，男厕5毛，女厕2毛，你有没有带钱呢？那你拿电话给唐三视个频。不行，那我们来看看小五有没有带钱呢。你怎么还背了一个小兔子包包啊？我们看看你的包包里面有没有钱呢。哇，原来小五带钱了，那我们赶紧让小五去厕所吧。诶，小五怎么又来上厕所了？我说小五，你个天天的上厕所怎么还没完了？赶紧去你的女厕所吧。哦，去了。咦，这小五上完厕所为什么变胖了？天哪，这嘴巴黄黄的，你该不会是在厕所偷吃了什么吧？这厕所里能有啥呀？我的妈呀，你不会是给粑粑吃了吧？我们来看一下小五到底偷吃什么了。诶，原来是辣条啊。诶，这小五什么时候把马尾辫剪了？这怎么变成了短发？小五又要上厕所，而且还说憋不住了。憋不住能怎么样？我要拿上这个胶水，小样的，我要把你粘在这儿，我不让你动，我看你憋不住能不能尿裤子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们快看，这小五啊还真的尿裤子，这太好笑了吧。我要赶紧走，你们谁都不许把这件事情啊去告诉唐三。